大型医疗类纪实片《人间世》第二季正在东方卫视热播，今晚将播出第四集《命运交响曲》，聚焦医生在复杂和不完美的医学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。每天都这么多人啊！我们医院去年迫不得已的情况，停下100多台手术，急诊没有去，要抢救的患者不说就死。医学的风险，有限资源要如何分配？这么多的现实问题考验和影响着医患之间的信任，几乎每家医院都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努力保证着医疗的水准。摄制组蹲守一年半，在上海市瑞金医院拍摄记录了100例真实的医患关系案例。我一个医生看着病人在我面前走掉，这种心情你们不做医生是体会不到。今晚21:28，请锁定东方卫视《人间世》第二季第四集《命运交响曲》，敬请收看。